好，主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就在基隆的麦金路上的社区，可以看到其实就在旁边，明明是红线哦，但是有一整排的小轿车，甚至还有货车，就这样子直接打着双黄灯就临停在红线上头，这根本都是违停。其实呢，有民众日前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像这样停一整排，甚至一次还停了9到10台哦，都笑说这该不会是来到了大违停时代。怎么警方都没有来开罚呢？而基隆警方呢，看到这样的画面也说了，其实因为这个社区一楼有非常多的店家林立，所以常常会有上下客货的需求。不过呢，他们也强调，其实停在红线上头都是违规，会来加强劝导，而且呢，如果真的停得太夸张了，也会来进行开罚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